叫做情绪卡，就是希望你们那一天，你们可以分享你们那一天的感觉，或是你们现在此刻的此刻的感觉哦。待会请你们大家一起来这边抽你们喜欢的，不管是你因为喜欢这个小兔子才选它的，或是因为它上面的字你才选它的，都没有关系。每一张都不一样吗？每一张都不一样。那如果有一样的呢？抢。有先拿到的，那你只好去拿别的比较符合你的心情期待的哈。那可以了哈。好，那开始大家一起选哈。这里有很多张卡啊，可以。简单了，其实这个太简单了。这边都可以哈，是选一张，每一个人都要选，因为这个是好了没那个。好吧，只能选一个，甜蜜跟幸福。这个是什么？是恐惧啊，恐惧。开了吗？因为我们这边人很多，刚刚干嘛？这会造成的。那好，吸到肚子。嘘，其实有很多卡，我还蛮想选的，因为我觉得各种心情代表在不同心情上的成长。那很简单的这张充满感谢，就是我很感谢大借由这次活动我能认识大家，也很感谢你们都愿意配合时间来练习来干嘛也没有的。然后虽然之前对大家还是有点不熟，然后现在都熟了，就感觉竟然就感觉好像回到另外一个家一样，就心里也有很多的不同想说的话。然后希望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能一起成长，而不是说一个人的成长。在这边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带领的人要为这个团付出，而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要为自己付出，要为大家。充满感谢不代表只有我，我也希望大家能有感谢的心，因为你当你在感谢别人的时候，其实你自己有收获，你会发现原来我们可以得到那么多东西，才会觉得自己已经很满足了。对啊，然后之后希望大家能相处得更快乐。刚刚有没有听阿星讲的？他有提到一个重点，就是充满一个感谢的心啊。因为身做召干部啊，召集人，就是其实有时候该凶啊，也不知道要怎么凶大家，也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去讲。然后大家愿意配合他，他觉得这过得真的非常，就是很感谢大家。而且大家现在他一讲说大家都相处在一起，他觉得。感觉是第二个家，所以我们要让更多人，我就觉得要让更多人去感受到青年会成为你们第二个家。好，我们谢谢阿星，快走。然后其实我一直很怀疑，就是因为比较我是男生吧，对，就比较。比较大，所以比较少去跟女生相，就是去跟，除了叫阿星那个，比较少去跟女生聊天呐、啊。所以我就只比较想先问女生的，所以就请隔壁的吧。可以，他每次都最安静，我不觉得每次讲话最安静，都是默默的。会讲话呢？你不是在讲什么？就用手，你要演手语，你可以手语喽，你可以用演的。我在使用高兴。你选的是什么卡？高兴，是因为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相处。然后就虽然我不爱讲话了，哎，也没有了。在使用。就因为。大家不太认识啊，所以是吗？跟谁大家？不是啦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，因为我不太会讲话了。
不知道怎么表达，对，只是觉得大家开心就好。好，好厉害。你要投 A 肯定，不会投 A 肯定，还要投稳。哎，我是觉得。